王菲同谢霆锋自2014年世纪复合之后，一直都爱得低调，但多次被影到外出旅行，过二人世界。早前他两个就结伴到东京，相约好友陈奕迅夫妇唱 K。虽然凤飞不被外界看好，但原来这两个人的恩怨是来自上一世，今世再续未了缘。杨天明师傅还计到，凤飞打风都打不甩，感情相当稳定。看回王菲小姐本身，她是1969年8月8日生的，新历咁就叫己酉年啦，壬申啦，元卯日嘅松木嘅本身。咁阿谢霆锋谢生咧，就1980年就8月29日就庚申啦、甲申啦、甲戌。咁逢親甲戌咧，今年咧繼續行緊，叫做財運繼續行緊桃花運嘅。阿王菲咧元卯喎，咁其實戌卯係合夫妻宮嘅。咁合住夫妻宮咧，咁亦都代表發生咩事咧？佢依個叫做財來合喎，阿王菲。王菲財來合我的話，代表是什麼？合入夫妻宮代表王菲是吉頭好好，即如果他們如果繼續在一起的話，謝生的運氣繼續非常好的，也都跟謝霆鋒本身，因為今年也是透財星，也都行緊桃花運，下年己亥也都是婚姻運，即是說如果他們的感情的話，其實是沒有問題的。即係我哋睇咗好多嘅依啲娛樂圈嘅新聞，睇翻佢哋嘅話，啲感情有啲離離合合，其實依啲感情都係上世嘅姻緣嚟嘅。咁今世就繼續去續前緣咁解啫。咁其實係佢哋係非常之夾同埋好穩定嘅。